这个铁板上面放了油，放成洋葱下来。哦，这个洋葱好呛啊！再放一层辣椒。咬到这边来，放到这边来，掉了一根，咦，可惜啊！最后一个菜，这个叫什么？粉蒸。这个五香扣肉。马哥啊，哎，跑哪了？他几个了？也可能在兄弟喊他吃的。你吃饭啊？你还吃过啊？我是很久没吃到这种饭了。妹妹，坐坐坐来。还不冷？还不冷？要喉咙要不冷就冷了，有点不舒服。还不冷？我晚上睡到早上，我都是冷。这样子了？我下面的那口凉的要买。没有人了，我就睡那一块，就是今天开始绑架了，今天，今天都开始了，已经。昨天下午，昨天下午回来，昨天中午还回来了。都是的，而且是好，都没绑，全部绑完了就。老师不养的，对啊。明天。